香港嘅独立书店执完一间又一间，相反喺台湾嚟嘅成品书店就开完一间又一间。尖嘴星光行嘅第二间分店喺后日就开张啦。成品话就话系书店，其实就似百货公司多啲。尖嘴新店比起铜锣湾希慎更加夸张，好似系咯杂货摊咁样咯。系啊，咁你始终卖书嘅就系卖书嘅地方咯。系啊，有几夸呢？蜂蜜、饰物、皮鞋，就连指甲油都有，有唔少都系由台湾、日本等地进口噶，都新鲜嘅。不过实在太杂咯，我觉得几秒嘅新鲜系咯，指甲油都有啊，都系都系咯。似百货公司多过似书店，书架排到密一密，通道都唔系话好阔，可以坐低睇书嘅位置亦都唔多，同台湾嘅成品都几唔同噶。唔好以为成品呢个台湾连锁集团书店越开越多，就可以扼杀晒独立书店嘅生存空间，其实唔少人都觉得影响唔大噶。大家嗰个模式都唔同，唔会嘅，我想小书店我哋去睇普通嗰啲嘅啫，咁大呢度嘅品种系多啲嘅。